赛前最后一刻，有没有话要跟钟培生先生说？钟培生说他赢定了嘛，那敢不敢来赌个全超什么的？我觉得也是可以，因为他整天说自己啊一定赢，一定赢，还算个赔率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想？妈，他说他100%，那这个赔率当然是我赢，我全拿。那钟培生先生怎么想？就我的全程赌你的全程吗？我的全程赌你的全程吗？你赢定啊！我肯定我赢定啊！你赢定那还有什么好赌？你这个你输了你要给我啊！你这个叫球，你那个不是要赌，赌的赌的话是有赢有输，你那个是球。99-1，那你就没有赢定吧？是不是？那 Toys 的这个应该说三个月的练习，我相信他的进步大家都看在眼里啊，到底是不是有办法超过60？低于63.5呢？62.75。哇哦，62.75哦，应该说大逆转、大惊喜。62.40，基本上两位是基本上没有任何差距的。好。好，我们请工作人员稍微拉一下哦。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对 ，Toys 就我们决定这样好了，我们主办方再拿多1000万枚 JPC 给你们，就胜出的 KO 的那一方，就一起带回家。前面记者，哦，要看明天的一个胜负结果。靠近两个，挡住两个，靠近那个稍微挡一下哦。我们在后面，好，稍微挡一下。好，我们有啊，明天啊是在场上见真章，我们先稍微忍耐一下，忍耐一下，决战的明天晚上啊。我们先给媒体哦，媒体大哥们捕捉一下画面，稍微靠近一点点，稍微忍耐一下。决战的明天晚上啊。请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揿埋个钟仔啊。